因为海洋的环境不断的在恶化，这个捕猎会不会是就是增加他们生存的危机的更大的一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说他们现在大概在干嘛？他们应该是被选完，剩下这些在我不知道在等什么。对，就是早上已经有几只被选去，就是之后会变圈养的动物这样。哎，超近了，超近。Please stop. 哦，为什么？Please stop. What? I have a new one. I need your cooperation.